Lady Radio， 真相发掘。以下节目所有内容纯属主持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你确定你对手上的圣经了如指掌？你确定你所得知的宗教知识真是神的演绎？当你指责人哋系异端嘅时候，你自己又有冇曲解圣经啊？敲天铎，宗教研究学家，带你从新嘅角度了解宗教。圣经研究明珠台，之前嗰幾段片咧，我都即係嚇有意無意間啦，都踩咗好多人啊，又踩教會啦，又踩咗啲神學院啦，即係佢哋係抵踩嘅。不過就今次咧就想轉下 feel， 就講翻啲有建設性嘅嘢。咁我咧就讀聖經研究嘅，讀咗好多年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即係知道有啲比較有用嘅的 sources 可以用啦，對於聖經研究。所以如果即係例如讀聖經研究的人、讀神學院的人啊，喺大學讀呢科的人啊，又或者對呢方面有興趣的人咧，咁即係可以睇下啦。咁當然啦，最重要的要用的嘢就係、是、即係透過好多大學的圖書館嗰個網站咧，就可以去 Atla 啦，咁可以找到很多同即係聖經研究的 journal articles， 但是呢這裡就只限可以看 journal articles， 你去 Google Books 都有很多書可以看的，但是通常它很奸的，即久不時它又即沒有那麼幾頁、啊、即引你買，但是有些書是不可以買的，因為太貴了。我呢就大概在兩年前呢就不小心找到有個網站呢，它那裡有大量 e-books， 很多是 biblical studies， 是非常昂貴，但是即係有得 download 啦，咁當然是非法的啦，咁但係都照睇噶啦。咁個網站咧就係喺呢度，咁啊 zoom in 去睇，叫做afxhome.ws， 咁呢個就係個網站。咁咧你就入去咧，就會見到個網頁係咁樣嘅，咁你就去 e-books 嗰度 ，OK， 咁喺左邊咧就即係有一大欄好多唔同嘅 topic 可以睇啦，咁你想去嗰度咧就係 theology and occultism， 咁咧呢度咧就有好多有關宗教嘅書可以睇嘅，咁呢啲係啲我唔識嘅嘢啦，唔睇啊。咁嗱呢啲我識啦，例如呢個啊 ，topic focus and foreground in ancient Hebrew narratives。咁即係嗱，假如呢本書啦，咁呢本書好易嘅，咁你撳入 details 嗰度，咁然之後咧就可以揀 download 噶啦。咁佢有幾條 link 可以用嘅，我通常就用Mega upload 就係佢寫住 mirror 咁呢個啦，不過隨你嘅呢啲就咁。例如呢本書啦，咁如果係買嘅話係幾錢咧？咁睇下先 ，Amazon 170蚊啊！哇！呢啲書邊係人買噶，係咪先？淨係可以喺即係 library 可以睇咯。咁但係即係好似我咁，即係我喺 Ontario 讀書，但係而家我就喺温哥華。咁
我去唔到 library， 咁就要靠呢啲啦。其實都咁，另外嚇、啊，即係讀開書嗰啲都知啦。逢喺呢啲咁樣封面啊，即係右邊個 lock 頭有個獅頭乜咁呢個咧，逢喺呢啲書都超貴嘅。例如呢個 Three Faces of Saul: An Intellectual Approach to Biblical Tragedy， 咁啊又睇下賣幾錢啦，睇下先 Amazon。哇，又是百幾蚊啊！咁咧呢度就有好多嘅，嗱，例如呢個又有用啦 ，Deuteronomism， 咁啊 ，Historical Jesus from Dummies， 咁我唔推薦你睇嘅。咁啊，嗱呢啲啊，呢啲全部都好貴啊 ，Moses Tradition， Nathan Narrative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呢本書我以前有一排都好想要嘅，即系但系我學校嗰度冇啊。咁啊，而家有一睇啦，可以就咁上網。咁 download 咗通常都係 PDF file 嚟嘅，咁啊都幾大啊。例如呢本啊，成50 MB 咁，因為佢差唔多成500頁，不過都 OK 啦，係咪好過買啦？咁啊 ，Reading Leviticus Responses to Mary Douglas 應該又一本好書啦，個 Mary Douglas。咁啊，有興趣就可以去呢個網站睇下啦。咁啊，即係。有時 ebook 又可以慳翻好多時間啦，因為即係如果就咁一本書咁，你去個 index 嗰度睇啊，喺邊度講過，例如 Moses 咁，你要逐處睇好麻煩。咁但係如果有個 PDF file， 咁你就咁 search Moses 啊、Yahweh 啊，咁啊易好多啦，係嘛？咁啊，將來如果萬一我諗到再有其他有意義嘅嘢講嘅咧，咁我就繼續講。如果冇嘅話咧，咁如無意外，下一次可能我就嚇、啊、恥笑一下一出教会电影、啊、叫做 Fireproof， 是很值得耻笑的，因为太离谱了。好啊，迟下再讲啊。你确定你对手上的圣经了如指掌？你确定你所得知的宗教知识真是神的演绎？当你指责人家是异端的时候，你自己又有没有曲解圣经啊？How Tin Talk， 宗教研究学家带你从新的角度了解宗教。圣经研究明珠台。Radio， 真相发掘。